来看精彩的来喽！为了做公益，总统夫人周美青她出世提升，跟谁一起唱呢？是巨星王力宏，他们一起唱了一首《手牵手》，想听吗？马上连线给记者肖湘怡来告诉大家。湘怡，请说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刚刚特别听到是总统夫人周美青的歌声。其实呢，今年周美青和这个艺人王力宏特别首次合作，为东非籍台湾饥饿和急难儿童来录音。而且呢，我们特别听到的是周美青她献出她自己的第一次出世提升。再来听一下赵好之前的采访。还特别勤奋的练唱，甚至请了专业老师来协助他指导发声跟这个歌唱的技巧，以及长长的练习。他还特别打听了润喉秘方，听说是有天天来喝。不过呢，对于这次这个周美青的献唱呢，王力宏则是非常的捧场，替周美青打了100分。以上的目前现场最前线报道，先把镜头还给棚内主播。好，谢谢湘怡。我们听到周美青出世提升，而且还有巨星王力宏陪着他，王力宏给他打100分。